他怎么莫名其妙就第二页了？而且是超级吵，那个每次换那个换一天的时候，那个声音都超级吵。那所以今天早上我要用吃饭吗？还是不用吃饭？这是什么？Get umbrella 雨伞，手电筒。谁敲门呢？有包裹哎，这是什么？Open it，Yes。然后他就关门了。又是一个新的录影带，那我们来看看吧。Watch closely，可以。其实我是觉得啦，不需要这么靠近看啦。那个感觉，这个录影带很危险啦，这是怎样？立入禁止，立入禁止，立入禁止。禁止进入，禁止进入，禁止进入。啊！哎呦！啊，我怎么在家里撑伞呢？这也是挺天才的、欸。总之，今天我们还是要去便利商店上班。那今天外面应该是下雨，对吧？哎呦，真的有下雨的感觉、欸。我真的有雨伞。这雨伞也太早撑了吧！关个门，哦，关不了门。看来我家就是注定要招小偷的，他连门都不让我关。那这个路灯可不可以修好啊？这个我真的看得很痛苦，我真的看不太清楚路。你看到那边有蓝蓝的，蓝蓝路，那边有蓝蓝路。我应该是来认得路的、啊，只是我怕他如果再这么按下去的话，我怕我真的可能等一下不小心迷路了，然后就可能他路可能有改还是怎样，还是就鬼在追我什么，可能会疯狂迷路之类的。虽然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鬼。哇！先喝酸。哎呦，你不要突然讲话，我还以为是游戏里面讲话了。啊，应该是这条吧。其实我不知道这游戏会不会被鬼追还是什么。啊，班长。我走这条路是对的吗？哦，对对对，没错。麦克尼尼。阿达。啊？阿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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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达。跳摇啊！我来变。看起来怎么像烟水啊？因为外面在下雨啊！这是没有那个、哦、啊，那个史先生嘞，史先生，你别怼啊！今天他不用想下班的，我不打卡了。你就别想下班了，我不打卡了。Some products were missing on the shelf. Always keep the shelf full. That's our motto. So please restock them by tomorrow morning. 啊？完全看不懂的英文单字，好吧？什么什么 shelf 什么什么满什么 blah blah blah， 看起来应该是要补货吧？那个什么，刚刚看那个上面有点空，对啊，果然是要补货啊！这是他妈，我就可以拿整碟啤酒，我就不能一次拿五罐 ？What？ 我这次就可以拿整碟这种便当饼干还是什么鬼？这应该是饼干吧？
是我就可以一次拿整碟啊！我刚刚啤酒就不能拿一次拿五罐，我刚刚啤酒就要一罐一罐拿。哎，为什么里面也在下雨啊？什么鬼？我刚刚看哦，里面也有那个雨的颗粒。哎啊，不是要我捕获吗？啊，所以这一碟是什么东西？我在这里。哎，你倒是放进去啊！还是不是这里？哎，要不然这是要放哪里的？有其他的货吗？有，这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哎，阿、啊、我这个，哎、欸，阿我自动关门了、啊。酷、欸、啊！我怎么被锁起来了？哎，我被锁起来了、欸！哎，傻小。那个便利商店那个，哎、欸啊，便利商店门开了，我要去。What？ 哎、欸，外面有人吗？靠北哦，被各种奇妙音效吓到。好，捕获。那个饭团在这里。欢迎光临。他的脚怎么是在地底下？然后那个人一脸表示空杀小，啊，我来看看他的臭脸。那你表示刚刚外面在下雨，我没带雨伞，我现在全身湿透了，我现在很不爽，而且空杀小。他脚很厉害啊，那个一半，哎、欸，不对，好像不止一半哎、欸，应该说没有一半啊，那个脚掌都在地底下。那个史先生，我没打卡他就不会下班，哈，笑死。I am Hachama， 不是啊 ，I am Hamada。So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air condition. Your boss seemed disinterested in keeping the food fresh. Had to be working his late, but he pays me well, you know. Don't mind me.反正他好像说他是来修什么蛙哥的，然后叫我不用在意，不用在意他。哎、欸、啊，我的卡真的不见了、欸！哎、啊、我哎、欸、啊我我我的那个不是我打卡的那个卡真的不见了、欸。What？ 哎、欸、我丢外边，他现在真的整个卡都不见了。What？ 哎、欸、他会瞬移回来。不是、欸、卡真的不见了，完了。What can a video trap do to you？ 变啊，反正我下意识是觉得他应该是要我去看那个监视器啦。他叫我不用在意他，感觉就是要我去看监视器啊。哎，刚刚你们有看到那个吗？右下角那个，刚刚立入镜子那边有一个小孩爬进去，然后立入镜子好像被拆了、欸。哎、欸，先生，你不要过去了啦！啊，那边有鬼、欸！我很怕我会不会长一个晃神还是怎样，然后这个人就直接拜拜，就直接消失了。我们还活得好好的。完了啦，感觉那个立入镜子就是有问题啦。那个人他穿模了。那人刚等下应该要从这里出来吧？
哦，又有人来了，吓死我了！喂，他还在哦，哦，吓死我了！他那个我要打卡，那个卡真的不见了，卡不见了啦，完蛋了啦，真的出 bug 了啦。他说：“其实那张卡，今天那张卡其实不重要。其实他说今天那个人本来就要这样陪着我。”小姐，等一下，小姐，你提啥？猫咪罐罐。好，这应该是放这里的吧？不是啊，这个到底是放哪里的？这一叠，这不是便当区吗？可是感觉这边就是空一格啊。好，他要结账，他要结账。嘟，噔噔噔噔 ，Hey， are you the only one working here？ I can't believe this. What kind of a manager put a girl on a night shift alone？ 到底是哪个经理？经理当一个女孩子这样子，哇，那真的很垃圾哎，这样子，当一个让我一个孤苦。可怜弱小又无助的女孩子在这边大半夜在那边工作，真是齁。Well, at the very least, I'll give you my project. 反正他给我他的护身符，那我就拿下来吧，收下护身符。哎，垃圾经理史先生，就在说你啦，在里面给我好好反省。啊，所以这一代到底是那个？这一代到底是要放哪里啦？看没有东西缺货啦，哪里缺货？哪里缺货就塞哪里。问题是这里，感觉是便当吧？可是看起来也不像便当，这到底是什么？薯片，感觉是塞在旁边这个哎、欸，薯片，什么声音？哦，什么声音？哇，又要去看监视器了，应该啦，应该又要看监视器了。吃薯片看监视器，这是又什么声音？是哪里啊？还是其实不是看监视器？什么声音？哦，找到了啦，靠药在这里啊，薯片，补满了，我当然可以直接下班了。那个鬼，你要上厕所，你在里面好好上啊。是啊，我也没有监视器可以看到那个啊，厕所里面啊，这也看不到啊，这个也看不到啊。他说他其实有其，他说他其实可以那个啊，瞧监视器还是怎样？怎样呢、啊？那个鬼一下玩门，现在又来玩厕所。要注意一点哦，不要玩哦！他把我锁在厕所里面。哎，对不起啦，对不起啦，对不起啊，对不起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我要继续待厕所好了。
哪个鸡歪人啊，那个趁我在上厕所的时候，感觉有小偷吧？小偷，阿嬷，难道是阿嬷来复仇了？阿嬷的复仇！夸小，这什么符咒？为什么符咒啦？那、啊、这些东西是不用捡起来收好、哦，这些东西是不用整理哦。是怎样一叠纸钞名字还是什么？许先生，你说啊，这该怎么办啊？鬼都杀进来了啦！还没说没有鬼，这个阿骗，你头段嘛看到啊，有鬼啦！就是在这符咒烧掉，拿出去外面贴嘛！便利商店闹鬼了啦！要不要去那个利路禁止那边吧？小朋友，你在里面吗？干，我怎么可以进来？不要啦，你不要进去了。这只铁是要干嘛啦？该不会真的要进去吧？这里应该不是必要的吧？公式中，这是一定要进去的吗？这是一定要进去的吗？不要啦，我会怕啦。我这里就只有一个墙壁而已啊，还有一间厕所。哎、欸，我突然发现到我这样走，我右边那个纸会动。我选那个 yes or no 的时候。yes 吧。打开这个门吧。哦，不是，是贴符咒。看，他那鬼已经突破那个符咒出来了，然后我再贴上去有小用啊？鬼都已经跑外面了，是有屁用啊？要请驱魔人来那个啦。哦，我需要整理这个吗？镇压鬼房。这不是恐鬼症哦，这哎，化妆我都想到恐鬼症的那个鬼，一定觉得每次都觉得那个那些人来很烦，因为每次他们都在里面，他的房间那边乱丢什么 EMF 啊什么鬼的，那边乱丢那个通灵盒之类的欧北蛋，然后有些东西还在那边偷，还在把它偷走，这猫罐罐真的不用复原了。还是我要去看监视器，贴完之后要去看监视器。史先生保佑我，关个门好了。
这个已经坏了、欸，是怎样？监视器也会被鬼吓到，所以说监视器被吓死了。有改变吗？哦，Somebody there? Somebody there? Hello, give us a sign. Can you hear me? Can you hear me? 欸，他怎么他按掉？哦，是我自己退出啊，白痴哦。我总觉得那个猫罐罐是要捡起来放好的啊，可是不知道怎么靠近它没办法捡。这些猫罐罐。还是不用整理耶、欸，还是怎样？没办法放啊！哇，都不用整理的哎、欸，好爽哦、喔！哇，他不给我整理啊，那我就不整理啦。哈哈哈！他是要来看这个监视器是不是？突然跑到前面，然后，就跟那个刚刚那个鬼一样。那是要干嘛？继续看监视器吗？啊！难道是要打卡？完蛋了，可是我卡丢外面不见了。我的卡已经不见了。我突然想到我今天还没打卡。完了，我是不是玩出 bug 了？还是那张卡其实没差？我突然想到我今天一来就直接把卡往外一丢，然后好像没有打卡、欸。我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做完了，然后只差打卡没打卡？对啊，可是有人进来有事情，那些经过应该感觉他就是侦测到我打卡才对啊，不知道啦，因为依照前面两天的尿性，都是事情跟客人都是在我打卡完后才来的。那这个经理现在这个史先生就在那边罚站。话说，正常史先生会在这边一直陪着我吗？我应该没有什么事情还没做吧？感觉就是要把这些东西捡起来，他又不让我捡。自己关起来，怎么派毛啦？为什么派毛？Hungry 派毛，一曲全域表情符号。Hungry 派毛。该不是吧？
哦，这边还有一个那个东西啊，还有一个扳手。扳手怎样拿来敲鬼吗？还来共鬼，跟鬼怕打架。那扳手是你最好的武器，最好的帮手。对啊，物理驱鬼。过来，跟你讲好戏，过来。我没有那里面的东西。他说这个一直在转的是怎样？代表可以开吗？我真的可以开、欸，好妖啊！我好像是看起来一直在那转，然后懒懒的，那、啊、这怎么回事？哈？里面有钥匙，钥匙可以干嘛？难道是开那间充满符咒的小房子？是我错你吗？我怎么觉得有黑影在那边路过？啊！他怎么这么轻松就可以开？是，这谁？沙小，一堆老鼠，史先生怎么在这里？我不敢看史先生呢、欸，史先生眼睛怎么黑黑的？哎，我觉得他吓我了。哎，没有，他没有吓我，应该吧？我不知道啊。哎，阿门怎么是关着的？给你啦，我不想动了啦！史先生，不要看我了。